没发过。就是，还是2020年画的。对，嗯，基本上都啊，早上会画的呀。对，回家的时候提前几天画。那剪太短了。剪短了。对，那我前两天剪了。长的话好修。指甲特别硬，慢慢给你修吧，不能急，一点一点的。就在这里。那有一块吗？对，剪断在里面了，你不要剪，好修。太磕！你要让我切好。对，就是。提前好一点。太长了，你一个月修一次，有皮有一点，当然好修。你看着怎么样了？一个半月，我接那个，然后。不对，一个半月。啊。你要等要等两个月。就哎，两个月了。因为没疼，我想了，哎，那办事吧，我又接了一下，我想等等嘛。再等呗。还有点啊。没事了，过两天就好了。这叫什么？你以前有没有疼过？啊？这叫以前没疼过是吧？自己试过啊，这个，这里面自己试过没有？还可没有粘到肉上。嗯，没粘。你说这粘上话，你得疼哦。对。粘肉上的话，肯定会疼的。多少？哎呦，好多！还有皮？对，特别多。哎，你为什么还那么多？时间太长了。还能够时间长呢？对。然后它上面摸的大概。对。哦，好。这两天多没有了。嗯，可疼。看这里。太短了，剪的短，而且不好弄是吧？而且你指甲，要长的话好弄，指甲。剪都不剪了。指甲又硬，特别硬。就硬。两个月时间确实有点长，嗯，有点长了。这多看了九个是吧？两个多月了，没有那机会。现在都没有长肉了。哎，这也有点皮。现在呢？
还有名字？这是蕾丝的。嗯。看见没？全是皮。嗯，这这边皮还多吗？但这边皮好弄呀，不像那边都是碎的，这边是整个的。整块出来。对。上次我记得里面给你垫棉花了，垫了好像掉了，好像掉了。嗯，这边不疼吗？垫了垫棉花啊，这也干净。嗯，我修短一点。行，等一下啊。啊、哦。